现在先请演员们可以再往稍微往后面退两步的距离，因为呢，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邀请大家共同来见证这个历史的时刻，也就是呢，我们这一次巷弄里的那家书店要为文化部打下第一站，跨五展有四个国家的合作模式。我们要邀请我们张局长到舞台上来好吗？并且邀请苏执行长，以及邀请杨照老师，还有邀请蒋克柱，以及我们于导，于导可以到我们舞台前面来。我们要一起来共同见证这一个我们进军国际这么棒的启动仪式。我们首先要请张局长，可以看到我们手上有这个是上海电视节 logo 的参展的牌子。我们邀请局长可以帮我们往这个地方，就是前面这个金属的地方来贴。好，那我们要一同来见证这个历史的时刻，请张局长为我们贴上上海电视节的参展 logo。 我们进军中国，进军上海。是的，我们这一部巷弄里的那家书店也是进军了法国坎城的电视节。我们请苏执行长为我们贴上这一张法国坎城电视节的参赛 logo。 好的，紧接着我们要邀请杨照老师，请老师为我们贴上2014日本数位内容暨国际图像授权展的这个参展 logo。 我们进军日本了，我们将有更多的文创商品与我们现在的消费者一起来见面。紧接着我们要邀请到我们的蒋特助为我们贴上这一张法国坎城影展纪录短片的竞赛，这也是我们书店里的影像师进军法国坎城影展。刚才我们有说到书店里的影像室里面记录了非常非常多我们独立书店美丽的风景，所以呢，我们非常感谢远流出版社以及我们的插画家 Cindy 小姐共同的来出版了这一本关于书店本事，也是我们的风景图文书。我们要请到我们的余导为我们贴上我们进军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好，我们可以请五位嘉宾再往前一步，再请我们的演员们往前站两步，跟我们五位贵宾们一起来合影好吗？好的，我们可以请五位嘉宾还有我们的小小兵把手放在地球仪上，象征我们进军国际，进军全球，让我们巷弄里的那家书店以及书店里的影像师，让全世界更多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一起来看到我们跨了四个国家五个展览这么棒的影视节、电视节以及书展。好，我们看中间的摄影机好吗？我们可以请旁边演员比赞吗？好不好？我们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时刻，非常非常有历史记忆的时刻。我们可以看中间的摄影机。好，我们可以看右手边的摄影大哥，右手边的摄影大哥。好的，我们看一下左手边的摄影大哥，穿格子衣服这位摄影大哥。非常非常的棒，非常非常的优秀。